能不能不养？爸妈妈卖。我也是无语了，我们家自己家的鸡还没买完，下午要进别人家鸡了。人家养了一万的鸡，然后鸡盆子被风吹跑了，然后剩下的鸡呢又运到我们家，总共多少只？16000只。本来打算是夏天的时候追嘴人的时候给俺妈歇两三个月，然后等到冬天的时候再养的，现在那没办法了。那真的啊，宝妈妹。那我先把衣服换一下，准备干活。今天外面下的小雨啊，今天凉快。我的个妈耶，这个也太大了吧！这个是养了一个月的，到我们家的话再养两个月就 OK 了。你给我上去吧，你下来，下，我上去，啊，知道你在趴着，50多岁了。我们年轻人手脚都灵活，已经上去了。还有上面粪金豪，我的个妈耶！你们这些小家伙可要注意，不要掉下去了啊！这一个一个烂丑的，还没有小鸡好看，也不知道阿爸怎么养的。你妈老好人了，养不住，全是在养羊呗。现在一只已经有大半斤了，昨天听说死了好几千只，哎呦，真的有点可惜。走吧走吧，这是你的新家，去吧去吧。不是那么大，三个很疼人了。养这个就还你这个哈。那大柳树那边都是穿断了，还点俺的早一排子啊！分在无情人有情，还好有这帮人帮我们干，要不然干到哪一天，我凭我们自家几个人啊！你求求这些鸡友，屁着对锅干嘛呢？看电影呢？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！哎呀妈呀，真灵活！今天能干到12点，先吃点煎饼垫垫肚子。来点辣条，再来点榨菜，这样吃老香了。9点钟来了第二车小鸡苗子，等到12点还有一车，估计得忙到下1点钟吧。本来还有180包饲料洗哦，洗完用不喂呢？喂呗，不喂还得给鸡给窝着。那你非得喂吗？洗洗吗？你看人丑的不厌鸡挨饿是不是？跟贼小孩似的哈！我一看今天一点都够呛的忙完了，我得给陈姨打电话，今天不知道不着规矩了。先跟老婆报备一下。哎呦喂！今天是真回不去了，得忙到11点一两点得。你已经都回来了，把饭都做好了。弄什么好吃的？红烧肉。哎呀，亏大了，亏大了。这真回不去了呢，紧急。我们两个弟弟吃完了。你们俩吃完了，弟弟呢？拉臭臭来了。拉臭臭来了，臭不臭啊？臭。臭啊？不臭。你俩回来，我做饭去给你吃。还有网友说想看大结局，得看赚多少钱呢？这一下没有大结局了，又变成连续剧了，又来了70天。哎呦妈呀！想让我脑瓜疼，不给他养吧，俺妈还非要要。是嘞，前两天还说想看嘞，气得他，把这个回去了。不，过几天换着，把阿妈、阿爸换来家，阿妈在这外面养，阿爸换去家看看俺奶啊。阿爸都可忙好了，好了，你家哄两个小时睡觉，我就不打电话给你了。真回不去了，回去我就回去了，是不是？明天早上还可能买鸡。明天早上鸡买完了就没有事了，就回去了。嗯嘛，走了啊，拜拜。最后一车跟饲料终于来了，这个妈耶！哎呀，走，那边。弄完了，哎呀，有史以来没这么累过。忙完了还得喂好。我不会走呢，叫你还能给窝着，反正。这正儿八经的衣服湿透了，干了再湿，湿了再干。你给强强赶快去睡觉吧，洗洗，找个宾馆住下。啊，行，那我明天早上再来呗。嗯，那行。
老走了啊，走走走走，你走吧。拜拜。嗯，滴滴滴，他这慢的够。哎，我知道。